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从102到写到2013了哈，之间个位数字是7的，那些正整数共有几个？我们分成两类，第一类就是三位数，第二类是四位数了。三位数的话哈，它是从102开始嘛，107有包括，好。那再来的话呢，这里哈可以啊，这里可以什么？可以填一到多少？一到九，可以填一到九。啊，这里的话可以填零啊，到多少？零到九。哦，107的话比102大，所以呢零可以填哦，零到九。它有这么多种方法，这么多种方法是多少呢？这个有九种方法。啊，这个话可以从零填到九，有十种填法，所以总共呢三位数哈，有这个90种呢数字，它的后面呢数字是7的。再我们看呢这个四位数的，哦1234，四位数的话也分成两类了，第一类就是说这个数字是1的。因为他写到2013嘛，所以这个数字只能是1跟2的，这个数字是1，这个数字呢是7嘛，然后呢这个哈，它可以从0呢填到哪里呢？填到9，这个可以从0哦填到9，所以这个有100个数字，100个数字啊，所以呢这个是10×10。有100个数字，再来哈，这个四位数的第二列，就这个是2啊，2，然后呢0，0了哈，这个顶多是0嘛，这里固定要填0，这里可以填多少呢？填那个0，1可不可以啊？如果是07的话呢，可以啊。07比2013呢小，可以。但是2017呢，2017就超过它了，2017不行。所以呢，第二列哈只有一个数了，就是2007，这只有一种。所以总共多少？总共90加100加1，有191个。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应该要选 B，191个。